欢迎来到东方卫视大型素人喜剧真人秀《香飘飘笑傲江湖》第二季的演播现场，我是你们的孙老孙。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拳手。大家好，我叫郑协志，来自四川南充，我今年五岁啦。在我们那里很有名的，好的女孩子都来看我。我在我们那里是男神，我今天要来介绍丹丹姐姐，她一定会喜欢我的，耶！来。又是一小神童，对呀，太可爱了。你好，你好，你来表演节目啊？对啊，谁带你来的？舞伴，你爸爸？不是舞伴，舞伴带你来的？还有我爸爸啊，还有你爸爸。真好，你要表演个什么才艺啊？舞蹈。啊，舞蹈啊，真好。你，我问，多问你一句，你会说四川话吗？会。你说一句。嗯，这句是四川话呀。那你说一，你用四川话说一句，说阿姨你真漂亮。阿姨你真漂亮。别难为孩子。行，准备去吧，准备去。行吧，你这四川话说真好。嗯，好了，开始你的表演。好。哎，好。这好可爱，这个啊，真好玩。音乐。妈妈叫的的妈妈比我的又还有伴舞啊，带着舞伴来的吗？舞伴来的。你太可爱了，我告诉你，你下次不用带舞伴，我眼睛一秒钟都没离开你。哎呀，真可爱，大伙都喜欢你。郑学志，那个这两个小妹妹是你什么人？舞伴。舞伴呢？哦，是你妈妈或者阿姨还是什么？不是舞伴啊，舞伴。大家好，评委老师好。你们是认识这个小孩？这个小朋友一直给我们在一起跳广场舞啊。他喜欢他的人多得很，我们那边的人好多都喜欢他。怎么发现他会跳舞的呢？他自己就跟着跳了。爸爸把我牵去，我都跳了。啊，真乖。我们一家人都不会。你看看，就你会。对。你多能啊你啊！你真不得了，你是小天才。跳了好几年了，这是啊。我一岁都开始。一岁开始跳，那你还不会走呢，你就会跳舞了。你看他跳舞的那个美感呀。对。那叫那个味儿一道，那个叫足。是啊。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跳两下呢？对呀。可以吗？可以。真乖。没看
够，我没看够。你都会跳什么？我们好挑一下啊。其实他会跳100多种国舞蹈，这次是随意就是选了将近50首他特别喜欢跳的舞。这是多大能耐，这是啊！哎呀，给我们那个单子吧，我们挑一下吧，来一段，好不好？来一段，我挑一个，我挑一个，喜羊羊。好，喜羊羊。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虽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40。我觉得这个太好，太好了。跳舞未必是什么喜剧形式，但是话说回来，海纳百川，有容为大啊！在这个舞台上，大伙儿带来快乐，我觉得它就算是喜剧的一种。对，而且那个我看大家都很开心。就是啊，看到你很好很好，来吧，我们就愿意你再看见你。啊、来，一二三，走！过来过来，两个舞伴也有。都来都来，都有都有。下次来啊，下次来咱来点难度的啊，掐掐底底扭肚皮啊，好好，再见，拜拜，谢谢。高不高兴？那你亲我一下嘞。郑学志作为年纪最小的选手顺利通过，为今晚的笑傲之夜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今晚的选手们更精彩的表演。交男朋友了吗？这个舞台还要问这个吗？小燕子有请下一位选手。大家好，我是陆明雪 Michelle Liu。 最近有一个软件在网上，就是用表情还有那个对口型的那种那个软件，然后我就玩疯了，在家里面就对着那个手机，还有我同学都在旁边，就是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不仅能唱歌，我还可以搞笑。下午茶，我喝香飘飘。笑傲江湖由10年绕地球20天的香飘飘奶茶独家冠名播出的，由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特别支持。广汽本田敢世界而动，特价上游轮就找驴妈妈，第三人免单。本栏目由出国游领军品牌驴妈妈旅游网特别支持。手机微信摇一摇参与活动，选择你们喜欢的选手，让他笑傲江湖。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哦，丹丹老师，我好喜欢你哦！还有两位刚刚老师，我也爱你们。啊，大家好啊！我都差点忘记介绍自己了，我是陆明雪 Michelle Liu 啊，我来自加拿大，马上18岁了。我听你的口音就是老加拿大人啊、嗯。今天准备的什么才艺呀、啊？才艺，
好，说得非常好啊。来，请开始你的表演。老师，我准备一下。好的，你可得回来啊。你要回加拿大，我们等你不等你。怎么错了一遍。啊，这边也通那边。你好。你。哎呀，这么小的诊所，有这么好看的大夫呢？大夫、哎，牙疼啊！您倒是给看呢。我让你呀，哎，你干什么呀，大夫？是这边。是这边？那你不能用手势啊！来，张嘴。我。呀！啊！怎么了？大夫。大夫，你是不是有点玩人呢？你啊，说话咱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啊？是我的牙疼，我该拔牙，你就拔呗，那就啊。哦，好的，稍等。哈。大夫，这怎么还放音乐呢？这还啊。消除患者的紧张感啊、哦、真科学。停，你搁哪呢，大夫？拔牙呀。你拔牙，你拿俩钩子你就啾啾啾啾啾啾的吗？你这叫啊，多吓人呢、啊！你这个，能再换一段音乐？好的，节奏慢一点的。好的，哈哈。大夫，山也还是那座山哟，梁也还是那。大夫，这又怎么回事？这是啊？这是我们服务的宗旨。顾客至上，宾至如归，一路走好。我怎么觉得像遗体告别呢？这个送走你啊，都坏呀！大夫，咱能不能说话不大喘气呢？你这是，这是我这就是来拔牙的，啊！但是你这个音乐有点太悲了，换个音乐行不？好的，好的，哈哈，换快一点的啊。扯得戳来戳去的呀，多吓人呐！不是大夫，咱这个音乐也不合适，能不能再换一个？好的，好的。啊！
麻了。那不对了吗？冲麻了呀！那怎么继续？行，给我站那儿，推过去。大夫，你到底会不会看病啊你啊？啊！我告诉你啊，你要不会看病，我可走了。嗯，对不起，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嘛。行行行行行啊，小姑娘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给我好好看，行不行？好的，好的，好好好。那老师是不是给观音菩萨看后山的？为什么呀？看着跟黑熊怪似的啊！有点在那个神经病和正常人之间的一种。你说的就是吃药没吃药啊？对。有没有好开心呢？啊，好，好热啊！对，我们俩要能聊的是一回事就好了。刚才老师们说你什么神经病，跟你开玩笑，你知道是闹着玩是吧？啊。啊，你认为是闹着玩啊？他们是为了你好，就是祝你健康的意思，知道吧？那就好哈。我问一下，家里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妈妈是学美术的。你妈妈是学美术，同学呀、啊嗯？跟你一个班的？不是。高一年级啊。嗯哦啊。啊你爸爸呢？嗯，我爸爸我也不知道。你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啊，好，太多了啊！我就说太多了啊！你就自己喜欢表演，然后就跑到国内来学？嗯，对，我是因为从小就是特别喜欢这方面的，嗯，模仿最好的就是丹丹老师的冬季夏蛋。那你就来一回吧。虾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来个侧面的，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真可爱。这确实学的不太像，但是啊，没关系。一个女孩能这样就不容易了，非常不容易。那个，告诉我，交男朋友了吗？啊？交男朋友了吗？这个舞台还要问这个吗？会的，会的，会的。啊，我们这个舞台问的细致啊。交男朋友了吗？你要老这样玩，你就交不上了。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这个问题现在在这个舞台上很重要，你知道吗？对。啊，三位评委有两位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其实我就喜欢看感觉的啊，就没有说是标准的，就是啊，这个必须要是什么高鼻梁啊，或者是这个是什么大脚板啊什么的。高鼻梁大脚板啊，我明儿上动物园给你找着去啊。来到笑傲江湖有什么目的吗？嗯，因为我是特别喜欢舞台嘛，我从小就有一些小明星梦啊。从6岁开始就参加了很多节目，也是有对我有一些小小争议。对你有什么争议？嗯，觉得我很假。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对对，他的我觉得他不光不假，他挺真的那么一个孩子。对对对，你想一想，其他节目都有哪些老师说你不好，把他的名字说出来。对对，大声的说。有没有跟他在一起合作过的老师？大声的说出来，孩子。
我们三个给你做主，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你就完了。还有太多不好意思说了。他非常清楚的，他是想逗我们乐。对，然后他很专注的逗我们乐。他用没吃药的方式逗我们。他用一种，你用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我只要把你们逗乐了就可以。他完全放掉自己的害羞或者什么，那挺好的啊，非常喜欢你，我给你。哎呦。有天分。我想再问一句话，你在这个舞台上肯定俩结果，一个就是过，一个是不过啊。如果过的话，皆大欢喜，准备后面的节目；如果不过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在其他的节目说，那曾经有三个人说我是神经病？这个我非常注意，我们这个岁数了哈，我们很在乎名声啊。看心情吧，没。还是得吃药啊。现在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丹丹老师已经摁了一个绿灯，我和冯导只要再给你一个绿的你就成功了啊，所以千军重担就在冯导那儿了。我告诉你这孩子那叫贼。我没有偷东西。不是说偷东西孩子。你他是夸你，这是一个形容词。你太有幽默感了。哎，好无聊啊。用你自己的特长打动冯导吧，唱个歌也行，你跟他撒个娇也行啊。撒娇唱歌啊？那同时吗？可以啊。可以啊。冯老师最怕的是撒娇。对啊，最管用。那我还是唱一个邓丽君的吧。好的呀，最撒娇邓丽君的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过来，姑娘，上跟前唱去，哎，上跟前唱去，哎。管用了吧？我让你早过来，对了吧？明雪，哎，这个办法我有的是。在《笑傲江湖》这舞台上装傻充愣，你是头一份。谢谢。哎呀，好 ，OK， 宝贝，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拜拜。他又走反了。开心的我都不知道说话。他这种风格一万个里边出不来一个。对对对对，挺好。好，你给人摁红的。哎，这个我准知道他得答应，知道吗？有请下一位选手。好，刚刚好，刚刚好。丹丹姐好。来做个自我介绍吧。我们是一对亲兄弟的组合，帅气的是哥哥，胖的是弟弟。没有人这样介绍的。其实我们已经2年多没有一起演出了，其实就各自工作都忙了，就是也时间都斗不起来，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欢乐带到世界各地。来自哪里？我们来自台湾啊。哦，台湾口。两个人什么关系啊？我们是亲兄弟。我是大钱，我是哥哥。对，我是小钱，我是弟弟。小钱也得挣啊。大钱小钱都要挣，都要挣，一毛都不放掉。两位表演什么节目啊？我们表演一种类似像魔术的。对，会大家会带大家移形换位。哦呦，到不同的时空里面。对，那很厉害，好期待。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好。小钱，我们是 Money Money。
各位朋友，刚刚我们做的这个表演叫做 B-box，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一个历史谜团大揭秘哦。怎么说？我们要告诉大家 B-box 是谁发明的，到底是谁呢？走。春秋战国时代，兵荒马乱，呀这个剑士便是刺客荆轲。荆轲骑上骏马，准备行刺秦王。不过由于秦宫十分的遥远，我们快隔播放。经过了一个月，荆轲终于来到了秦宫外面，跳下骏马。他把马牵到一旁绑起来，拖到一旁绑起来。荆轲来到了秦宫外面，他按下了秦宫的电铃。欢迎来到秦始皇的皇宫，请问有何贵干？我是刺客荆轲，我来刺杀秦始皇。荆先生，你今天是要杀我老板是吗？是的。请稍等。来人啊，把他抓起来，把他抓起来，把他抓起来。什么事？我讲太快了，我是来找秦始皇领赏赐的客人荆轲。你发音标准一点嘛，领赏赐的客人嘛哈。我告诉你啊，电铃下面有另外一颗按钮，按下去门打开，走到底就是秦始皇的办公室了。感谢您。好。荆轲来到秦始皇办公室外面，他敲了敲门，请进。原来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明了旋转门。荆轲振作了精神，其实他怀中藏了一幅地图，地图里面绑着一把匕首，他准备要在向秦王献地图的时候行刺秦王。荆轲见到秦王跪拜在地，他打开地图，气氛十分的紧张。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匕首划出了地图。一旁的秦始皇见状大喊：来人啊，不刺客打刺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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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刺大刺客，不刺客大刺客，不刺大刺客，不刺客大刺客，不刺大刺客，不刺客大刺客。哎呦，这个是地图。谢谢各位。这个练了多久啊？这是其实是我们小时候的兴趣哦。小时候就很喜欢学声音。平时就是哥俩一起搭档做演出吗？对对。哦，在哪里演呢？我们都在台北街头西门町或者是101附近做街头表演。这个西门庆附近很多艺人啊。西门庆啊。收入怎么样在街头？就是可以买点零嘴吃啊。对，主要是在街头表演很开心，因为喜欢跟观众互动，就是近距离的表演。对对，你们弟兄谁更红一些？他吧，
因为他在台湾拍八点档连续剧。是哦，你为什么不去拍戏啊？没有人找我拍，所以我就只好自己找事情做。他大部分是做舞台剧啊，对、哦、对，剧场的，嗯，对，然后我是做电视的。很奇怪哈，台湾的演员他们很喜欢就到街头去表演。对，这个丹丹准备明儿回去摆个摊儿、啊，街头大型话剧茶馆儿啊。对，怎么想到来到《笑傲江湖》？我想说借着这机会，因为我们很久没有一起表演了，嗯，然后想说我们如果有机会一起表演，然后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看到的话，我们应该可以会更开心这样，然后也希望散播快乐给大家。是，嗯，他刚才这个很高级。对，而且不脏，对，不脏，看出有品位的这么一个节目来啊！而且它还这个融合的还挺好的，巧妙，还有快进呀、啊，还有一些想象的那个很有意思。它很时尚，嗯，如果要脏的话，我们也可以脏啊！不要这样子，不是这样。哎呀，你这说到我们的心里边了啊！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节目雅俗共赏的那个？那我们来做蒸汽火车的声音好了。好，蒸汽火车发动之前呢、啊，需要大家帮忙，尤其那个干哥、干姐、干姐、干两位干哥啊、就是帮我们做那个汽笛声的声音啊，汽笛声。好、哦，我们帮你是吧？对对对，蒸汽火车的汽笛，对、哦，高音的声音，就是发可乐。对对，我们三个人一起吗？对对，一起。可以。现场的朋友们也可以一起。三个火车哈、啊，对对，三台火车哈、嗯哦。好，那我们一起哈。嗯。哦，没了，您吓到我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车早了。你想说怎么会动？我不是早了，我是昨天的车，晚点刚到。待会看到一个手势，然后看到手势，小钱拉下来，大家就拉汽笛的时候就拉起了。对对对，好，我们先试试看，先小刚哥先试试看。好。嗯，吹气，这个有点堵塞的感觉。不是，那送姐姐，送姐姐。哦，这个好，这个好，你这是《聊斋》这个是女鬼那频率蛮高的，那看看刚哥，刚哥试一下，刚哥啊，呜，这有点受风寒，后面冒黑烟了，对对对，天气比较冷，勉为其难，勉为其难。那我们待会就麻烦三位一起哈，好，预备。渐远的感觉，有坐远近感觉。我刚才没讲，就大家都做到一。对。哇，你太兴奋了！我们玩特别开心，是吧？咱们一起吧，来吧，一二三。这个红被子戴上去不简单啊。大概隔了两年没有一起表演，两年半。对，今天终于有机会表演，而且有顺利过关。对对，更开心了。对。哦。他们坐着火车就走掉了。有请下一位选手。我是张康。啊，我是贾旭明。我们是北京乐活会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大大小小的演出参加了很多场了，但是今天来的这个舞台还是觉得心情非常忐忑，压力巨大。我们赌上了这十年来积累的成绩，如果说输了的话就一无所有。上不上？你定呗。要不再扔一回硬币。挣了上花就不挣了，走。是花。又见面了，啊！
冯导好，冯导好，认识哈，丹丹老师好，您好，丹丹师傅好，哎好，你徒弟啊？哎，我徒弟这是啊，这个我估计这个现场的观众是不是很多也都认识他们两位？啊、哦，是吗？都有、他们在那个电视网络上，他们的相声是这个独具一格，而且很多观众非常喜欢，针砭时弊，非常的辛辣。这俩人呢，这个在北京挺有一号的啊。左边这长得跟小鸡子似的，这个贾旭明；右边这跟大狗熊似的，这叫张康啊。这都什么组合？啊、大狗熊。张康管我叫师傅哈、这是我徒弟。这也不是外人啊，那是你大爷，啊，我是你大妈，这是你大妈啊。对，你们两位呢，已经是有知名度啊，而且是专业的演员了，所以会不会有一点什么压力呢？到这儿来，到这个《笑傲江湖》这舞台来，它不是有一点压力，是压力特别的特别的大。这个像你们这么已经有点这个成就的哈，到这儿来要没被我们选上，那丢人可就丢大了，是吧？要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就现在回去来不及了，没上台之前还来得及。去年央视的正月十五的晚会，他们上的是吧？对，啊，挺有知名度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啊，欢迎欢迎。对，来吧，好，请开始你们的表演。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接下来是旅游新闻。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单眼皮儿单日游玩，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不让玩。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它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真会玩。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收看。觉得怎么样？他们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形式，你们可以啊往里面装很多的东西，随着每一天的日子，然后别的时事，只要好玩的东西都可以装进来，能演一辈子啊！而且我们看的不腻。这个形式是给我是喜欢的，嗯，这个相声也是需要不断的有新的表演的方式啊，丰富相声艺术。我喜欢，我觉得这节目我喜欢。这个张康呢，原来是德云社贺子科的学员，啊，那毕业之后自己在外边闯荡天地，这一晃也好几年没看呢。后来瞧见晚会上老有他，还挺好，挺有出息。这么些年没见，混着红裤衩了啊，挺好。你们有自己的团队，你们有自己的演出场所啊，演出录像挣钱，这都没问题了，是吧？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正上升期，到这儿来，有可能，比如说今天夸一下子就刷去了。这回就怪丢人的，后台都瞧着你们俩人是吧？嗯，所以说想问问是怎么想的？这个作品呢，是我们一直在揣摩了很多年，正好这次呢有《笑傲江湖》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让大家知道，让大家能够清楚相声其实还可以这样说。你们俩能不能给我们即兴来个什么小段的，另一种形式的？对，来个翻火小包就行，哎，几分钟的事啊。这冷不丁的这一弄，这也没人鼓掌，这玩意儿。我以为没活呢。这个人家都说呀，相声演员你们得那个平时多知多懂。那当然了，真的现在不容易。嗯，你要是比观众知道的少啊，你怎么能够给人家说的笑呢？那可不是，不可能。嗯，好歹最近正在读书。啊，应该多读书，应该的。正在读四大名著啊。哦，哪四大名著？这还用问吗？怎么了？谁不知道啊？我怕你不知道。水浒传啊，这有。三国杀这没有。三国没杀。红楼梦西游记四本。我最爱读的是三国啊。三国值得一看呢。三国里有那么多人物啊，嗯，我想问问诸位，您最喜欢的是哪位呢？你看有人搭理你吗？关羽。
你看看这会儿才有搭理的，尴尬吗？啊，你说相声为什么是搭档？为什么有一个逗哏，有一个捧哏？要我们捧哏的是干嘛的？不就是在他们不愿意搭理你的情况下，我负责搭理你一声吗？啊，问他们干嘛？问我就完了，问我我配合你啊，你问我就可以。来来，问问问。那个三国里你最喜欢哪个人物啊？啊，我不看三国。嗯，还是尴尬一点好。你拉倒，你就说你喜欢哪个人物就行了。我最喜欢的人叫诸葛亮。诸葛亮能耐大。诸葛亮，嗯，伟大的军事家。对，伟大的文学家，写过《出师表》。伟大的天文学家，借东风啊。伟大的医学家，他做手术。你等会儿啊。就是你前面说的这三个呢，我都承认。我就想不知道您这个说诸葛亮是伟大的医学家，我不知道贾老师您是又从哪个核定本里看的呢？他生前算出他死以后帐下大将魏延必将谋反，哦，他就留下锦囊妙计交给马岱，让马岱司机去诛杀魏延。可是这个马岱的武功没有魏延高强，历史这么记的。可是后来马岱偏偏就杀了魏延。那我就想问问，这个马岱为什么能够杀得了魏延呢？只结因，马岱姓马，名岱，字丁玲。马丁玲。马丁玲专治魏延。我觉得他们俩这相声说的比刚才那段好啊，看得出来他们有非常好的基本功，很稳，也知道包袱也抖得特别准，我很喜欢你们俩。好，行了，谢谢，谢谢大家。来戴红鼻子，来戴鼻子来啊。很多人说我们俩说的不是相声，是瞎胡闹。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也是为了能够证明自己，相声还可以这样说。有请下一位选手。各位好。好，观众好。欢迎两位，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姓陈，叫陈明威，32岁，来自吉林省九台市小韩村。我叫小翠，今年33岁，来自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华家镇赵家店。啊，两位什么关系啊？她是我老婆。啊，哦，你们两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们俩在那个哈尔滨一个小的二人转剧场唱二人转。哦，一副价是吧？对，那真好哈，期待你们表演，来，请开始。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你看，歌里边都唱了，如果相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我想看看你的脸。红了没有？都憋死了！妈呀！啊，这长得也太磕碜了，这好像车祸现场。听我妈说，我像月里的嫦娥。你可去一边去吧！你是月里嫦娥，猪八戒能犯那么大错误？说谁呢？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来，我帮你扶起来。I'm特别 sorry。不是闹着玩，我俩下死手啊！哥，站住！哥呀，我那意思是我表演个慢动作，那样能好看不少。哥。我去，哪儿找你这么难看的姑娘啊？这牙也太大了。大吗？这还嫌小呢。我寻思再留留，给我爸扣一副象棋。你也太谦虚了吧？就你这大牙，
扣一副麻将还得胜副骰子。我今天演的是四大名著古装的节目。古装的节目？对呀、啊，那是我的强项啊。朋友们挤一下。哎呦我的妈！朋友们挤一下。停停停！演的什么？就你这四大名著呢？我看你长得好像容嬷嬷。你什么眼光啊？咱就说那天我到陆家嘴去溜达，还碰着一大帮人把我围住了，然后就美女美女的叫我，美女呀、啊，你几岁啦？美女，你是哪里人呢？你看看我在别人眼里是美女。你信了？不是说你是美女，这帮人都干啥的？干啥的不知道，但是一人领个导盲犬。完事还唱首歌，你是我的眼，带我哎，朋友们挤一下。哎呦我的妈！你停就停吧啊！我要瞅的是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俗，太俗了，张嘴年轻漂亮，闭嘴年轻漂亮。你要是把卖化妆品的都抓起来，你看看还剩下几个年轻漂亮的？你的意思，街上美女都是化妆化的呗？还有一半是整容整的。那不可能，人那是底子好。不是，就你这样式你也不行啊！我啥不行啊？我就两样不行。哪两样、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啥行啊？啥都不行。那你凭什么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凭的是三个信念：第一，坚持；第二呢，不要脸；第三，坚持不要脸。我看你是挺不要脸的啊、哦，哥呀，没听过那句话吗？树要没皮，必死无疑；人要不要脸，天下无敌。不好笑吗？我看你长得挺好笑的啊、哦。长得好笑咋了？观众们喜欢。我算看明白了啊、哦，你就是靠你那些奇奇怪怪语言把观众逗笑了。我就是不说话，我照样把观众逗笑。你别说话，把观众逗笑，我就服你。来吧，来。啊！牙，你那两颗大牙，如果你没有你那两颗，我照样把观众逗笑，你信不？我不信。我也不信。但是我必须试试。来吧，来。Music。受累了两位啊！其实你们的节目，说老实话，他们还是很有功夫的演员、哎、啊。这个听得出来，唱也一定会很好，舞跳的也挺好。而且这个东西确实挺可笑的，但是作为我这个，可能是我是女人的原因，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什么感觉，因为他是在扮丑，所以你看着心里不是特别舒服，好像啊。我啊，对这个二人转，一说二人转，我都还挺期待的。但是你说这个会不会笑，现场的观众也确实都笑得挺厉害的。是，但是我确实觉得不喜欢，有点脏，这给我的感觉也是生理上的不舒服啊、就你们俩的能力，如果你们不是找了这么一节目，很可能是能过关的啊。但是这个节目确实乏善可陈，遗憾。也别扭啊，一看就是老演员了，闯荡江湖这么些年了，站在这舞台上就挺好的。刚才这么多人都喜欢你们了，是吧？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女孩子，其实你一点都不丑，你不用去演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刚结婚的时候，我这个牙就长这么大，我那个时候就长那样。后来还怀孕了，孩子在肚子里边一天天长大，我生孩子钱还没有攒够，然后我就决定我豁出去了，然后我就开始扮丑卖相。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爱美的人，
但没办法嘛，为了我儿子，然后就天天就是在舞台上演出，确实好了很多啊，然后稳定了啊，稳定了之后呢，谢谢。稳定了之后，我就背着我老公，偷偷把牙又给磨了，磨了之后我两天，然后之后老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老板说的，啊，那今天就是你们俩最后一场了，你们俩换个剧场演吧，然后就把我们撵走了。人都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可是我要变美了，我就没有饭吃了，我就觉得，为了生存，我还得变回以前的大龅牙。观众也够变态，您真客气啊！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就我说句题外话，就跟我们说相声似的，经常有观众指责，哎呀，他这个节目这个相声包袱啊，他就说的不高雅，我也愿意节目都高雅。什么这特别有文化如何如何，但是这六段相声只能有一段是这种的啊，可这一段相声一上的时候底下大部分人就跑出去上厕所了，你要没有这一段他天天指责你不高雅，真有高雅的他不听他撒尿去了，你这就对演员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矛盾的事情。我说心里话，你们俩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坚信除了扮丑你能演好看的东西。这个孩子看见过你在台上这大牙这状态吗？孩子看见过，他三岁的时候就看见了，他吓坏了，第一次看我演出，两天都没叫我妈，当时心里边说不出来的滋味。真的呀？嗯，孩子挺好。现在就在下边看。来了吗？来了，上来，上来，上来。在哪儿呢？上台，上台。哎呦，这儿子真好，这小伙子。你看过你妈妈在台上表演吗？看过。妈妈这俩大牙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可怕？不可怕。哎呦，你可知道你妈为了你多不容易啊。她爸爸怎么不爱说话，我觉得这特别内向。她这个人性格就是内向。真的呀？然后我比较外向。嗯。今天到这儿来就有点紧张。为什么敢到这儿来呢？其实我就因为冯导演的一句话我就来了，不要把笑分为三六九等，我就敢过来了。冯导演一句话你就来了，然后冯导演一摁红灯你就傻了啊。没傻没傻，还有郭人世间的事儿啊。我跟他们不一样啊，我还是坚持我那个原则，确实节目编排的真是有问题啊，如果换一个角度重新调理一下可能会是一个特别好的节目，但是很遗憾这个你们已经演过去了，虽然说孩子也上台了，虽然说你老公不爱说话，虽然说你们三个人站在那儿，让现场的观众都特别希望你们过，也只能很遗憾地说，过吧。不管我们是从哪个角度出发让你们过，很希望在下一关的时候全新的你们表现给我们看，你可以美美的让大家笑好不好？来吧来吧来吧，孩子没带，来到我这儿来，孩子上上有请下一位选手。我叫何行文，五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成功的机会，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是全中国最会搞笑的舞者。怎么称呼啊？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叫何行文，今年22岁，来自海南省，今年是首都师范大学大四的一名学生。啊、哦，你是海南人？对。啊、哦，很少有海南的啊。对对对对，这么老远干嘛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啊？因为我觉得我平时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比较幽默的人，所以我想来到这个舞台尝试一下。啊，你是学什么的大四？我是学舞蹈的。舞蹈专业的，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啊，嘿。
现在大学各种系很丰富，就是北京烹饪学院影视表演系，就是类似这样吧。对对对对，北京电影学院房地产系，是吧？欢迎你，欢迎你啊！真好，你带来什么表演啊？我带来一个自己自创的小节目。好，好极了啊！我们非常期待，请开始你的表演。哎呦，吓我一跳！这都打海南带来的、啊。哎，他弄这东西挺复杂，道具。是的。亲爱的顾客，今天的营业到此结束，欢迎您明天再次光临。
太棒了，太棒了！这个节目耗体力，而且他动作都很难拿。对，有是不是受了这博物馆奇妙夜的这个启发呀？对对对，有时候自己的脑子就比较幻想，我就觉得一个物体它动了它会干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比如一个相机它动了它会在干嘛，它可能会跑出去干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个节目是你自己编创的吗？对对对，觉得自己比较幽默，我就觉得把自己的专业和幽默凑到一起可能会很好玩。我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三个助演听话吗？挺听话的，一动不动。而且他舞蹈的专业技巧也很好，对对对，包括那背带那个弄得多好。这个他把这个专业的技巧完全糅合到这个情境当中。你这个让我们看得最清楚的是你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童趣，就是那种像孩子那样天真、可爱啊，所以你搂着那个女模特亲那一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我们都替你使劲。长得很帅但是很有喜感。是的，有很多长得特别帅的往往就是没有幽默感。但是你这个还都有。谢谢老师。他有点像杨金次哈，节目也不输杨金次，不输，第二季不输第一季，真好，非常好，很喜欢你哈。谢谢。毕业之后呢，你是想，回到海南岛去当一个老师，还是说你想再继续的在这个舞蹈或者说是一个表演的路上、我觉得很多人都问我，你是师范类学校的，以后出来会不会当一个老师？我告诉你说，我在生活中我永远都是一个老师。为什么呢？因为爸妈平时工作也挺不容易的，就在我们学校的门口摆了一个地摊修理自行车嘛，平时就靠着自己的双手修理自行车，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靠这个收入把我跟姐姐送入大学，这是我们村里面唯一的一对。真不得了了。哎呀，我还年轻，我想去追求我更要的更多的东西，所以我是一个有梦想的老师。因为你有这个童心，你有童心，所以你很适合和这个孩子们打交道哈。对，当然我确实觉得你的专业的能力也特别强。我呢，应该算是对海南岛，在中国所有的省份里，我对海南岛是最有感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家。因为这个，我有个电影公社。对，我们都去过。在海口，那个电影公社就是我的一个梦。是我一个这个梦想照进了现实，因此。广告很短，马上回来。我之前演过《还珠格格》，小燕子。导演组可以重来吗？真的，这我没注意。不行，不行吧？你要是这么弄，前面走的都回来。我跟俩更年期坐在一块儿。当然，我确实觉得你的专业的能力也特别强。我呢，应该算是对海南岛，在中国所有的省份里，我对海南岛是最有感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家。因为这个，我有个电影公社。对，我们都去过。在海口，那个电影公社就是我的一个梦。是我一个这个梦想照进了现实，因此。我非常欢迎。你毕业了，来到我的电影公社。谢谢小刚老师。因为你是海南人，所以这个电影公社首先要向海南的有才华的艺术人才敞开大门。太好了，我向海南人民谢谢你，小刚好极了。过。那么恭喜你，今天全票过关，找了工作。让冯导给戴上红鼻子，真好。我觉得我的梦想又靠近了一步。我真的没有白来到这个舞台，
谢谢爸爸妈妈，你们的工作再辛苦再累都是值得的，我会加油的。欢迎收看大型求职类节目《笑傲江湖》。有请下一位选手。两位好啊，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叫贾云哲。我叫马浩然。我们两个是好兄弟。我云哲哥哥他可厉害了，他是小球星。我叫贾云哲，今年四岁，我来自好多市的，大家都照顾着我，所以他带我来笑傲江湖我就来了。他怎么就小童星了？我之前演过《还珠格格》啊，小燕子，耶、yeah ！我变化太大啊、哦，不是他，我是紫薇的儿子冬儿，冬儿、啊。哎呦喂，小童星哎，还了不得了啊！老师您过奖了，您客气您客气，真好哈。这位待会儿给我们签个字吧好吗？好的。老师我的荣幸。你客气你客气，真以后有戏带着我点啊。别老师，小刚导演已经跟我打起来了。这是哎，我们这岁数都没人用我们了。来吧，请开始你们的表演。笑傲江湖的朋友们大家好。每次咱俩上台说相声，都给人鸟掌声，是，人家还不一定给。对，所以我要包你啊，包装你，把你包装好了，给一个产品做代言啊。这产品啊，相当符合你的气质。什么东西啊？啊，当当当当，皮揣的呀？不拍呀、啊？拍。而且你只要拍这东西啊，保证给你啊，揣出心来。太好了。咱什么时候穿呀？不是那个什么时候拍呀？现在就拍。走。下下下！阿康，紫薇，阿康，紫薇，阿康，你知道吗？我想的好辛苦，好辛苦。紫薇，你又知道吗？我拖你拖的好辛苦，好辛苦，好热呀！紫薇，二康，紫薇，你这是肿么了？你是肿了吗？你怎么变成这样啊？么么哒！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卖萌了，告诉我你怎么了？么么哒！哦，快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么么哒哒。嬷嬷，容嬷嬷，他，你拉着我干什么？说广告词儿。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揣。什么词儿啊？这都。康，你看我今天有什么变化？紫薇，你又胖了。讨厌。紫薇。你今天的头饰很是别致啊，这是皇马御赐的皮揣的，太巧了。今天我佩戴的也是皇马御赐的皮揣子呀。二康，咱们的冬儿又醒了。冬儿，让我瞧瞧。紫薇呀、啊。你看咱们家的冬儿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呀？你再仔细看看啊。你看咱们家的冬儿浓眉大眼虎头虎脑的，就是这嘴大了点儿。二康真会说笑。紫薇，你要好好调养身体，来年争取给我生一对双胞揣。好，双胞揣好，让他们一家钱。加什么钱？加钱？你让观众看看，这是动画吗？这是皮揣的。我跟你说，你这是毁了我的成名作，我不拍了。哎，拍吧，拍吧，拍的挺好的。说破大天都没用，就是不拍了。你爱拍不拍？郭德纲老师，你有时间吗？我看这揣子挺符合您的气质，要不咱俩拍一个吧？对。谢谢老师。
但是两个小孩挺不容易。老说小孩小孩的哈，到底多大岁数啊？揭秘，9岁。啊，不大。你呢？我18了。是开玩笑啊，还是真的？不是，我真的18。我是。不是我是真的是吗？我说你们也得算算那个什么《还珠格格》多少年了？对，按时间说差不多。第三部我拍的是4岁半，02年拍的。按他说这岁数来说应该可信，但是要看外形的话可不像18。哎，对啊，对吧？对，我大儿子19了，跟老爷们一样站在那儿，他这不像啊。为什么吃了唐僧肉了吧你？为什么怎么这么显小啊，孩子？这个就是生长激素分泌的过少嘛，然后就是那个身高就成这样了。这个状态下，你父母担心不担心？有没有带你到医院去查一查什么的？查了查了，医生就看啊，可能是这个身高不好，完了你去查一下脑垂体吧。结果一查，脑垂体上有一个囊肿。然后后来给做了，做了之后，还是不是很高，不是很高。后来10年的时候再去复查，就是我的生长激素分泌的特别少，就只能靠打生长激，应该可以注射。对，注射。哦，这每月都得打针呐？这打针的费用高不高啊？一个月大概5-6千吧，大概打了2年多吧，就不打了。那为什么不打了呢？家里面只有我爸一个人在上班，一个月工资大概也就3-4千块钱，所以入不敷出呢。还以后还能再涨吗，孩子？说不准，反正啊，没事，老话说得好，93还窜一窜呢啊。浓缩的都是精华，对，浓缩的都是精华，孩子挺阳光的。你看潘长江老师还不如你高呢啊，也挺好的哈。这个身高包括这个状况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呢？我这个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不看脸，还是看财的比较多。因为你像我现在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我的目标是综艺节目主持人。那要这么一说吧，本来拿着当一个小孩节目来看啊，现在可见是一个。那小胖子是孩子，9岁吗？啊，对对对，那是孩子。可是咱实话实说，小胖子这脸像25的啊。老天爷多公平啊，你看看。行，这孩子我看心气儿也挺好啊。你要是从说相声的角度出发，我肯定是愿意放他们。你要觉得好你就放，你要说不好就不放。你别老从哪个角度出发。你这个，你到底看，你不用说他什么。你这点邪火都发到我了。我先表一态，你们俩掐吧。那要这么说，来，你瞧我这个，嘿。谢谢老师。嗨。哎呦。怎么地吧？多新鲜！哎呦我的。你是想给绿的是吧？啊。这导演组可以重来吗？真的，这我没注意。你看，导演组说没问题，导演组说没问题啊，没问题吗？那这样，现场观众你们也都看见了，这不是我们作弊，这是一个事故。他那个手啊，他有问题，你知道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吧？这你要是这么弄，那就没谱了。有，对不对？那前面我也改一个。如果你要可以这么干，我只有一个要求：前面走了的都回来。广告很短，马上回来。这导演组可以重来吗？真的，这我没注意。你看，导演组说没问题，导演组说没问题啊，没问题吗？那这样，现场观众你们也都看见了，这不是我们作弊，这是一个事故。他那个手啊，他有问题，你知道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吧？这你要是这么弄，那就没谱了。有，对不对？那前面我也改一个。如果你要可以这么干，我只有一个要求：前面走了的都回来，对不对？你要公平吗？我现在才知道，不光女人有更年期。刚导演较劲这劲儿，确实跟我差不多，处在一个状态。你们就知道我多不容易了。我跟俩更年期坐一块儿，为什么我躲在这边？我得跑啊！怎么办呀，俩孩子？因为你们闹成这样，没有关系，这下次再来吧。
来不了了，孩子。啊？今儿回去就下辈子了。我不是对你们两人不厚道。你是对我不厚道。不是，那我还是想问问。不行，我这不是，那我还是想问问。小孩都快哭了。那你为什么给摁红的？只能说是摁错了。确实摁错了。是摁错啊，能摁错了？那这一绿的，这一红的。冯小刚，你为什么？你骂我什么 CEO 啊？你这么喜欢这俩？你这一天就跟我叫板。为什么？你非得把我弄哭了是不是？我这暴脾气，我就给你。谢老师，来吧。谢谢老师。谢老师，怎么了？释放。少还是鼓励我吧，所以我们就。不再后悔，耶！咱再说一个，来来来来来，你既然觉得这么好，你干嘛摁不行？你这么想让人这俩孩子过？那个编导再换一个女的上来，干嘛？啊，没有合适岁数的了。